用过点什么呢？刚刚是点肉是列，然后点 column 是哪一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有栏跟列之后的话，哎，我就知道范围。那我习惯先列再栏，所以 for i 对不对？等于三，第三列到 dx。然后呢 ，for 栏的话是 for j 哈、哦，等于 a 嘛哈、哦、，a 实际上就是第一栏到 y 栏。它回来是一个数字，好，所以 for 一到 y， 接下来的话呢，判断如果哈 cell 一定因为列是 x 嘛，哈，所以嘛 x 就是 i 的部分 ，i 的话是列，追的话是栏，那这个值，也就是我会先什么，先往这个方向先取得它，传过来，如果小于0的话 ，then。把这个值怎么样呢？这个值里面的值怎么样？就是先放前面，然后呢，把后面呢乘上负一，再丢回去给它，所以乘完负一之后丢回来就变成负负得正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就往下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这一题哈、哦，实际上来跑一下。那这边我是先用一个 sub， 这个 sub 的话是插入程序里面的话，我就先输入一个叫。这个我是在 module 1啦，如果没有 module 你就自己先插入个 module， 然后新增一个程序叫